前我们了解的状况，掌握的状况有43栋的这个污损的部分，相当的严重。但是最严重的有4栋，也就好，最严重有4栋，那其中其他的3栋的人员全部都疏散出来，而且都救出来了。那现在剩下最后一栋，就是我们现在的身火真位身后的这个天王星的部分。天王星的部分从我们的陆陆续续从6个人、5个人到现在剩下1位在我们天王星里面在我们天王星里面，那还生命的迹象不太清楚，但是我们不断的在跟他联络，因为一开始的时候他已经下来了，然后之后又上去，又上去可能是要拿他的东西，所以之后就没有联络上。那现在我们不断的在这个在这个保持联系，或者是在搜寻的部分。后退一点哦，都要烧起来了，对，危险了。好好，我们及时报的大哥，可以不要一直往前。快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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